哭也不是，笑也不是，那什么？没有人这样一直开心的人吧？小秘密没有秘密啊，秘密是秘密的。因为我知道这个鬼屋是没那么恐怖的，但是鬼屋的里面我这样的。三二一，腾讯新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INTO1-Santa赞多。嗯，满意满意，来不及有消息，对我来说第一次这样距离点的，我也很紧张。我觉得参加这样的节目的意思是找到自己的新的部分，新的魅力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只有自己的擅长的舞蹈的话，不需要来节目里吧。这次的我和 David 的合作 Locking 以前也学过了，但是不是那么擅长的。好笑的那种游戏的感觉的舞蹈呀，以前是没有那么多这样的机会吧，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我和 Deng 是不是那么好的说话，但是我们也努力说话吧。啊，基本功啊，基本功，基本功，对，基本功啊，康复，康复的感觉吗？哦，我们聊天和 WeChat 的时候，我们彼此努力打中文，然后就是不行的话改变英文这样的。然后菲菲姐已经可以模仿我和 Teng 的说话的方式。赞多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好的。演技，我想挑战就是演员的部分。现在我学习中文的台词呀什么的。我什么都想。我想让不是我的人。演员的话，比如我是紧张的话，紧张的那种这样的感觉，我是好笑的人的话，好笑的人的那种可以改变自己。因为我的生活是只有我知道，演员的话可以知道其他的人的生活。你想跟谁合作？这个也都可以的。但如果需要选择的话，转的时候当赵老师来吧，亲爱的。和蒙面的时候一起合作的山登老师。我想跟您和一起合作。艺术是共通的啊，他跳舞能跳到这个样，我觉得演戏将来应该差不了。对，山登老师和当赵老师的电影电视剧是我看了啊，山登老师很好笑的。啊，周星驰老师，他的功夫的那个电影是我很小的时候看，然后我很喜欢的。而且功夫的电影或者用现代的舞蹈也可以有一点大家的这样感觉的话，我也应该可以用现代，而且以前也学过这样的演技。对，所以这样的方向也我想挑战。以前的话，中国我不知道，但是日本的话，有点偶像的感觉的，女团也男团也，很开心开心，就有开心开心那种的歌比较多的。但是现在的话，因为大家也知道，没有人这样一直开心的人吧，不好的时候也有的，累的时候也有，对，很痛苦的时候也有。我觉得现在的这个世界的流行是更艺术性比较多的，以前的话有点耶耶耶这样子的感觉，但是不是只有耶耶耶的。现在我觉得现在比以前更大家喜欢艺术性的东西。24岁呀，现在。因为我感觉20岁的时候，哦，终于20岁。但是 INTO1 里面也我不是那么年轻的人，已经是我是最低的年轻的人，然后我是厉害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已经中心的年龄，
OK 所以你会有年轻的那种危机感吗？哎，有一点老了的感觉而且以前是真的舞蹈也没那么累，但是现在有点欢快累的对，快问快答，有没有什么还不为人知的节气？大家已经知道了，全部知道，因为大家已经做比较好吗？没有 Beatbox 真的我没学过，我喜欢 Beatbox 比赛呀什么的，我 solo 的舞蹈的时候作品的时候也用 Beatbox 音乐呀什么的，但是我不能 Beatbox， 我的是那种表达自己的想法呀什么的时候，就是很硬咔嚓咔嚓的那种有音声音的那种 image， 对，所以我用脚舞蹈的时候也练习的时候，这个时候蹦蹦蹦，噗，嘟嘟嘟，咔，这样，这不是 beatbox 我觉得。那会吹口哨的人？没有啊，但是有一个，这个可以吧？啊，还有，这个声音很大的，哎，那应该很久，试一下，很大的声音哦，就这个，对吧？谢谢。那再分享一个关于自己的小秘密。小秘密没有秘密啊，秘密是秘密的。那说一件最近发生的让你哭笑不得的事情。哭笑不得是什么样的？比如呢？是很难的问题。哭笑是哭也笑也有是吧？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哭也不是，笑也不是，那。什么？那什么？会觉得有一点点尴尬。那最近 Limo 突然给我，好笑是好笑，但是不是那么好笑的视频。Santa 看了吗？这个视频就是哭笑不得的视频吧。之前你一直被吓到灵魂出窍，但是你做过最恐怖的事？那个密室又来了这个问题。以前也去过了鬼屋，然后呢这个时候是我和妹妹一起去的，我的爸爸说那三德和妹妹一起去吧，我也不想，但是妹妹是我的十年年轻的，所以呢我是哥哥吧，那妹妹来吧，因为我知道这个鬼屋是没那么恐怖的，所以我以为我没问题的，对啊，来吧妹妹来吧，但是鬼屋的里面我这样子，妹妹是前面，我是这样，然后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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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我真的以前也不喜欢那种东西，不会。觉得自己的含可爱量是100%？一。为什么？我觉得我不乖，那我不懂，不能说话，说话。OK。OK。不能笑，那 poker face 吧。poker face。太可爱了吧！哎呀。我和米卡耶经常发鼻子这样可爱的动物的视频，对，我教到了这个这样，笨蛋的样子，加油加油加油，可爱，真的可爱，失败吧 ，OK 啊，没关系，失败也可以的。性格是性格的，但是喜欢的爱神，丁丁，最近用这个，那个有点什么，我自己不能说呀，你们决定吧。